过去三个师，120师、120师和129师，可以说是东渡黄河，开阜抗日前线，打出了八路军名声，也是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几日之后，我们正式任命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国共二次合作的一个产物。后因广岛战区战斗序列变更，改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那新八面也是第一个成立的，我们可以后看到后面有驻新疆、驻甘、驻榆树、桂林等多地的办事机构，形成了一个领导指挥网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所有的就职区的范围，包括了警卫队就职的1号院、2号院、机要室、3号院、总务处、会议室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以及徐向前同志旧居。那这就是我们目前开放的整个旧址区的所有的范围。那接下来我也会带着大家按照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顺序一一进行参观，然后展开进展。随后，张治中将军率领第五军警卫支援，他们当时以非常坚固的武器连续击破了中共计量兵力的大门，百里十里路线齐刷大城防水系统。成立了中央法务委员会，组成由耿俊文主持的5人小组，专门审查处理的短时间，释放了刘志丹、齐中勋、马文瑞、张刚等18名被关押同志。11月30日，中央召开平反大会，宣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及时给刘志丹等同志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2张民国时期宪兵的照片。那在同年夏天，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阮岳东及省委委员杜衡等人在西安东大街的福成楼饭馆开会时，遭到一通弹指，两人被捕后叛变革命，致使陕西的党团